大家好，我是英国湖南同乡会主席吴丽，来自湖南长沙。我是英国湖南同乡会会长方刚，我是湖南长沙人。我是英国湖南商贸总会的熊鹏。我们是英国乡级同学会，来自湖南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由于疫情，我不能回国过年和86岁高龄的母亲团聚。英国目前的疫情依然很严重，我们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情况下，一直坚持做好自我防护，以减低感染的风险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让家里的亲人们放心。来英国快20年了，春节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。我们现在过年的方式呢，是带着孩子一起贴春联、挂灯笼、剪窗花、放烟花，全家一起吃年夜饭，给家人们拜年，让孩子们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。这次虎年新春恰逢我们国家举办冬奥会，在这次冬奥会中，我比较倾慕的项目呢是花样滑冰。祝愿中国和英国的奥运健儿能够在冬奥会上奋力拼搏，拼出好成绩。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新春快乐，虎年吉祥。让我们一起为运动员们加油打气，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，欢乐春节，祝福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Happy Chinese New Year. Best wishes 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. All the best for the future.